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狗了？哎呦，表妹，你今天咋跑这边来了？我找半天找不到你人，跑了好几个场子了啊！就是要让你找到我。你故意躲着我想干嘛啊？我不想看到你。不想看到我，我操！你看狗都不看我，哦，这狗还挺好看的啊？啥意思嘛？啊，我连狗都不如啊！啊，懂的都懂。我打你！我靠，这是一个南齐的料子啊，已经发黑成这样了啊！看到没？自然光黑成这样，压灯看一下，哇，好冰呀，而且还有一丝蓝味，看到没？哦，太漂亮了吧，这也啊，我舒服，我靠，出一条手镯不得了，表妹。啊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。你这个料子卖多少？30万。三十万？对呀。三十万有点多嘛？啊，你少一点，我给他买了。29。这少这一万跟少一块有啥区别吗？啊，那就不要少一块了。我靠！啊。这个料子我很喜欢哦，看到没，漏黑成这样啊，而且整个这么一大个，多处开窗啊，然后看一下，哇，这虽然有裂，不过不影响的，看到没啊，出剑是能出的，顺着这个裂切下去啊，然后它看到没啊，它有这么厚啊，大牌啥的没问题，手镯的话还要再看里面的情况哦，表妹。你怎么老跟狗玩呀？我在你旁边，我不是人干。跟我玩嘛？那你吃吧。我不吃，你狗给狗吃，狗都不吃，狗都不想吃。不是表妹，我听他们说养狗养得越久，狗会越像主人。怎么感觉你越养得越久，你越像这条狗啊？啊，你不感觉你俩有点像吗？你看我，嗯，啊，什么东西？跟你长得像？哪里跟我长得像？他没有我这么长的头发。买不起。买不起就找我。你又不给我少一点，嗯。跟狗玩不跟你玩？出去。这么过分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狗了？这个。我说的是狗男人，他是公的，他是公的，哦，原来你喜欢狗啊，哦，你宁愿跟狗玩都不跟我玩，那我走，拜拜，拜拜，好狗。